老板娘晚上好。应该还有家人们不知道没用这个号直播。应该还有家人不知道啊，没用这个号直播。但是好奇怪呀，哦，看着怪怪的。看着奇奇怪怪的。进来的把赞赞点一下。进来的把赞赞点一下，家人们。阿美把赞赞点一下。晚上好。都晚上好呀。今天是不是直播播的有点早了？今天是不是有一点点早了呀，家人们？是不是有一点点早了？不早是吧？那为什么还有很多家人都没有点阿美的这个点？点直播间来呢？为什么还有家人，很多家人都没过来呢？怎么回事呢？很难找是吧？很难找进来吗？今天有，对，今天是有一点话想跟家，就是家人们说。有一点话想跟家人们说。今天有一点话想跟家人们说。没有关注这个号，因为没有关注这个号的话是找不到我直播的。那我们可以去评论一下阿美开直播了，可以去阿美的那个大号评论一下阿美用这个日常号直播了，可以吗，家人们？你们在的话就这样子好不好？在的话就这样子。不这样子评论，他们找不到阿美的。哎，今天，哎，家人们，今天有一些话想问你们呀，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想的那样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那样了。刚看了视频，太漂亮了。大号是不是？那你们大号我刚刚发了照片，你们看到了就评论啊，没用这个日常号开直播了，谢谢加我粉丝团，谢谢。阿美，今天是不是你生日？为什么今天你们都问这个问题啊？好多家人都一直问这个问题。唉，这些的话，这些我们就不用说了嘛，就是。我心情确实，我今天我承认心情不是很好。今天心情确实不是很好，因为你们知道吗，家人们？就是上次我亲人啊，我亲戚过来找我借钱，我觉得因为我家人们是这样子的。因为王菲已经就是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之前不是我问过家人们吗？王菲会不会生气，会不会怎么样？就是结果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了，好像真的被家人们说中了。你知道吧，不是王菲没有回家，就是我的意思是啊，今天我本来今天本来呢我是有一些话想对就是王菲说的，今天我是有一些话想对王菲说的，因为今天的话反正天天都是好日子嘛，但是今天我是有一些话我觉得应该就是需要跟他说一下想告诉一下他的，但是发信息也不回，直接打电话也不接，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我现在就是怀疑一个问题啊，家人们，是不是真的是我亲戚一直来找我借钱？但是我已经就是尽力，我已经就是尽量的。没有给了，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王菲才会对我就是有那种不好的看法了，你们觉得呢？现在都还没有回我，现在目前还没有回我，是不是因为我的家人我的亲戚一次二次的这样子搞，所以王菲就对我们家有很大的偏见，就对我已经就是没有耐心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家人们？但是今天的话我是真的有事情，平时我王菲太忙了，不会是吧？那家人们不会的话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呀，不会的话是我现在不是家人们，我现在不是在生气，我不是在生王菲的气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意思是王菲可能对我有很大的就是不好的看法，因为你们也知道的，我的亲戚你们也知道我的亲戚一波没了又来一波，我觉得会不会是我的亲戚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他就对我有那种总之我觉得他肯定对我这次肯定对我有很大的偏见了，真的。但是我至于我堂哥那件事情，借钱我没有借给我堂哥呀，我就王菲虽然给了我，但是我没有给呀，我也没有要啊。你们说王菲是觉得我的亲人这样子，所以就不想，就这几天暂时不想跟我有太多的好，
还是怎么了呀？不会的。那家人们，你们说不会的，你们说不会的，那为什么呢？我声音小吗？不小吧，我说话很大了呀。我今天本来是有些事情的，我想的是，我想给王菲哥说，然后我想，就是他如果不是很忙的话，我们两个一起出去吃点饭。我今天就是很单纯的想跟王菲吃顿饭，很简单。但是今天一天都没有理过我了，今天一天都没有理过我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还是我的家人，还是我的家人。生气了是吧？但是这样子，家人们，我的声音小吗？现在还小不小？现在还小不小？现在这样子还小吗？那你们觉得，那你们觉得阿梅就是到底是啊，王菲到底就是王菲是不是因为我的亲戚这样子，他才会对我有这种，就不怎么喜欢理我。今天一天都没有，平时再怎么样，我发信息他有空还是回的。我是今天早上到现在都一个电话也没有，一个信息也没有。我不是生气。我也不是在怪王菲，我就是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的亲戚一直这样子，所以他觉得他受不了了，就是觉得跟我在一起的话，我的亲戚啊，什么样的都有。声音又小了，那应该是我把手机放在这里的时候，它就会这样子。那我就这样子，这样子呢？这样子还好吧？王菲早晚有这种想法是吧？王菲在直播，没有没有，王菲今天一天都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我哪里做的他不开心了，肯定是我有个地方做的他不满意了，我肯定是哪个地方有问题了。因为今天我就是很多家人们也问我，然后我也没说什么，我就是觉得今天我想单独就是很简单的跟王菲吃个饭，一起，哪怕是我就是有话想跟她说，然后想跟她一起去吃个饭，就这么简单。你问题大了。不是王菲故意跟我开玩笑，家人们，王菲以前不是这样子的，王菲之前不是这样子的，王菲之前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其实我觉得虽然这些事情是我家人的错，因为我亲戚一直找我借钱，就一直拿钱方面的来跟王菲说，但是王菲就是一天啊一天一个消息都没有的时候，王菲一个消息都没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改，你们说让我改，其实我已经很努力的在改了呀，我已经在改了呀，我对。